参加交通观光局特别主办的一个东京旅展的部分哦，云林县会将自己的一些特色给带到国际旅展上去展现哦，包括我们真人的 cosplay 哈，还有我们一些地方的特色，包括我们的乌鱼子，还有一些像地方产业发展的一些 DM， 还有我们特别印制的明信片的台湾灯会的行销，一些 DM 哦，我们全部会带到东京旅展去做一些分送，在推介会上去向国际旅客还有日本的一个观光客来推荐我们云林优质的一个行程哈，哎，欢迎他们2017台湾灯会的时候能够到云林来观赏啊，来游览云林，了解云林的特色产业还有优质的一个文化特色。日本的东京国际旅展呢，它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全世界各地大概旅游业者哈，他们都非常关心的啊一个旅游的一个展览会哈。所以我们利用这么一个机会来推销我们的2017台湾灯会在云林，我想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啊。那另外我们跟日本其实几个县几个地方呢都有交流的一个经验啊，那这次我们特别就是透过代表处的安排啊，到千叶县去，我们希望能够去邀灯啊，就是千叶县啊他们的花灯能够来参加我们灯会的一个展览。我想透过这样子的一种交流了啊，让日本他们的城市也可以利用我们的灯会来做一个城市的行销啊，互相的盟会哈啊，这样子一个方式呢，恐怕是有助于啊双方更进一步的扩大的一个交流。2017台湾灯会在云林，行销云林，前进东京 ，Go！